probably know that already.猎人应该是用抓那种绕背的那种，抓那种比较好抓，要不然绕背被人家抓到的话就死了。Journalist in me says don't get involved. But the rest of me says kick these guys' asses.他们去哪里了？阿兰博，那莫朗啊！那怎么掉在那边呢？有人吗？那边有人吗？哦，差点掉下去。野人出动。猎人爬上去。啊，有点点啊！我们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啊，没有，没事，你朋友在那边。但他们也听不到了。
我进那边人。Oh shit！ 没有人哦。 人荡过来。 怎么没踢到啊？ 冲吧，猎人！猎人也可以攻击耶！我操！猎人也可以攻击敌人啊！神威的。 哇！外地人 kill 对面，我太多人了，撤了撤了。 小心哦！哎，在对面。
猎人抓住了敌人。哎呀，没有救到。That was great. God, I love writing stories.